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 Plus 谈全球，我是节目主持人韩一伦。好，我们今天依旧要带大家来掌握一些国际上的最近的最大话题哦，我觉得还是在乌俄战争。那今天我来介绍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颖。真颖好。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要先看到说最近这个俄罗斯还蛮常被袭击的嘛，那4月29号的时候克里米亚半岛就有发现这个储油槽发生大火，这是俄罗斯这边，因为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后来占领了嘛，对，那40,000多吨的燃料都被毁了，那十几个油槽也都被破坏了。俄罗斯这边就说，就是你乌克兰无人机搞的鬼啊，让我们这个后勤的油料完全被炸掉，等于他们会缺少一些供应嘛。对，好，那乌克兰这边怎么说呢？这个乌南作战指挥部说，哎，这场大火俨然烧出了俄军的焦虑哦，因为俄军觉得他们资源被破坏了吧，已经开始越来越浮躁，这是他们感受到俄军的感觉哦。那他又说，破坏敌人后勤是反攻的一个重要准备之一。我们知道乌克兰很想反攻，一直都在准备反攻，所以他讲的这句话暗示性很重吧，对不对？很像只是这个炸你克里米亚半岛只是个前菜而已。对，那他是没有直接承认，但也没有否认是他们做的，所以这个说法大家就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哦，是蛮多人在讨论的。对，那我们除了讲到说乌克兰这边要有一个这个春季大反攻之外，当然俄罗斯这边其实也有做了一些防备啊。他们讲说，其实哦，俄军已经在设多道的防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乌克兰这边，他们军方是怎么讲的？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呢，他讲说，哎，这个西方国家答应要送运到这个乌克兰的战车、装甲车，已经有将近98%已经到位了，所以说他们的春季反攻的准备工作已经是接近完成了。但是有乌军的高层他讲说，其实哦很难这个所谓真正的大局反攻复制像去年9月在哈尔科夫的那一场胜利。那当然就是有情报显示说，其实俄罗斯这边已经开始在部署防线了。 CNN 这边的报道呢，他讲说，这个最近其实这个虽然说在乌东这边卡关卡很久，但其实其他的部分是比较平静的。那同样俄军这边呢，有获得大概6个月的这个比较平静的时间，他们趁这段时间来干嘛呢？他们建构了多道的防线，所以说乌克兰军方其实要突破的话困难是蛮大的哦。他部署了什么样的防线呢？像是这个反战车的壕沟，还有障碍物，甚至还有地雷阵哦。那在南方阵线呢，是部署了数百公里哦，而且他们还要派更多的俄罗斯的军人到这个乌克兰南边这边，所以说南边这边算是一个重镇啊。而且呢，在这个普鲁西哦，这个扎波罗热这边的普鲁西，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官兵驻守在这边，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乌克兰这个反攻计划呢，有可能会受到这个俄罗斯这边的一个很大的反击了。对，但这样听起来不是好消息，因为可见有一番更激烈的战火马上就要上演。好，那我们刚才不说4月29号这个克里米亚的这个储油槽被炸吗？那我觉得俄罗斯当然也不是吃素，因为5月1号的凌晨哦，俄罗斯对乌克兰也发动了一个新一波的报复性空袭哦，有18枚的飞弹他们发射过去，那有15枚，对不起，是乌克兰击落了他们，但是仍然这个击中了像中部的第聂伯罗，也造成那边的破坏。Yeah, boy！ 半夜看到自家被轰出一个大洞，年轻妈妈崩溃痛哭，小孩们也被吓到尖叫大哭。俄罗斯又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五月一号凌晨狂射18枚飞弹，15枚被击落，没被拦截到的疑似击中了第聂伯罗的巴甫洛格勒市。But again, those few that got through caused huge destruction, and those 34 civilian casualties you mentioned, 5 of them were children. 不但造成34位平民受伤，还有民众家禽被打出一个大弹坑。只不过乌克兰似乎也有反攻行动。在俄乌交界处的布扬斯克，一列货运列车遭到炸弹攻击，翻覆出轨，整个列车7节车厢焦黑，还看到有油罐车，推测可能载运燃料，但是乌克兰并没有承认发动攻击。
而在巴赫姆特，瓦格纳佣兵集团创办人普里格金再度杠上了俄罗斯国防部。А если компании суждено пережить день смерти, то это будет не от украинской армии, не от НАТО, а от наши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подонков-бюрократов. 炮轰自家人不挺不给弹药，而美国的情资曝光了，显示瓦格纳伤亡惨重。We estimate that Russia has suffered more than 100,000 casualties, including over 20,000 killed in action.Nearly half of whom were Wagner soldiers. 美国情资指出，从去年十二月起，光是在巴赫姆特，俄军阵亡两万人，还有八万伤兵，只换得了些微进展，称俄罗斯作战策略失败。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在这个乌克兰春季大反攻的前夕呢，双方这个俄乌双方的阵营哦，只要有一些些的变动，大家就会比较放大来检视哦。那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俄罗斯最近呢有一个人事的调动哦，是这个米兹因塞夫上将，他是谁呢？他原本是俄罗斯的算国防部的副部长。然后呢，他又被视为是这个后勤的最高层级的将领，他最近被换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他其实之前在这个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建立了蛮大的功劳，所以他被称为叫做马里乌波尔的屠夫啊，就是杀了很多人，那还是遭到英国的制裁哦。但是呢，在这个乌克兰准备反攻之际，没想到这个后勤的最高层级上将被俄军撤换了，那他换了谁呢？他换了一个这个叫做库兹缅科夫哦，他被任命为是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同时也要来就是坐他原本的位置啊，就是负责军队的后勤支援。那这个就会开始让外界有比较多的联想啊，是不是这个后勤上面有出了什么问题要来换这个人哦？对，但是俄罗斯常常也很难捉摸，也或许他什么都没做，就是想换人，然后这个人可能有一些关系等等的。好，但不管如何，乌克兰的反攻什么时候发生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证实说，无论有没有拿到 F-16 的战机哦，他们的大反攻都会来做。那乌东的巴赫姆特，战况还是持续焦灼。我们从这个年前讲到年后，他们好像一直都还是很僵持哦。那俄罗斯的副总理也突然现身在巴赫姆特，那大家就说他就是为了展现他们有大致掌控这个城市。巴赫姆特炮火声震天响，还有乌兵在炮弹上写下阵亡同僚的名字，誓言报复俄军。乌东战场烟消四起，前线军医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得随时与时间赛跑，拯救受伤士兵。Они болели, но чувствовал, как там хрустело. Шестеро их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блиндаж, закинули их темками. Вони ж там були, ми їх там зачищали, дочистили. 镜头直击，军医得在颠簸车厢内为伤兵注射药物。幸好这波伤者中通通没有生命危险，因为多亏乌军守住了这条关键要道。Ми вертаємось зі зйомки тією самою трасою, яку вже півроку росіяни намагаються захопити.Аби перерізати шляхи до Бахмута. Але наша легкова машина і кількість армійської техніки на ній лише доводять план ворога, котре провалився. 不过关于巴赫姆特的战况，俄乌还是各说各话。这次轮到俄罗斯副总理胡斯努林在巴赫姆特逛大街，影片中他还刻意将巴赫姆特与马里乌波尔做对比，夸口这个地方未来都会被俄罗斯好好改造一番。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уже освобожден. Вижу, что много работы будет. Но как только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удем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город. 旧的事话才说完，瓦格纳领袖又来打脸。这次他警告，如果还是弹药吃紧，瓦格纳佣兵集团将退出巴赫姆特战场。With regard to the general need for shells across the front lines, and what we want here, today it's coming to the point that Wagner PMC will be finished. Wagner PMC will cease to exist in a short time. 就在俄国忙着内讧的同时。乌克兰旗下特种部队已经气势磅礴，一字排开，准备大反攻。泽伦斯基亲口证实，反攻的主战斗即将到来。Шановні воїни, вже скоро головні битви. Ми маємо звільнити нашу землю і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 російської неволі. Ми маємо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у лінію нашого державного кордону, як на суші,
так и на море。另外，在乌克兰西北部瑞夫尼州，也有大批乌军展开逼近实战的军事演练。在场士兵明显在进行突击演练，他们一去挺进建筑大楼中，模拟围捕落弹的敌军。відпрацювання зачистки будівлі, взяття полоненого і відхід. Найскладніше, що було найскладніше? Дими.正如吴军所言，他们得练习在烟雾炮火声中快速穿梭。其余高强度的演练包含水中匍匐前进，甚至有女兵加入阵容，随时到前线抗俄。Добре, що є можливість так гарно потренуватися перед реальними бойовими діями。到底西方国家该不该尽快提供乌克兰 F-16 战机加快反攻？专家看法大不相同。But F-16s don't take territory. That's why they need ammunition. That's why they need artillery. That's why they need the training, not the human wave attacks, the World War I style warfare that Russia has been practicing, but the smart maneuver warfare that U.S. forces have been training the Ukrainians to do.有分析认为，乌军现阶段收复领土主要还是仰赖地面上的攻势，但也有分析认为，长期来看，战机还是关键。The F-16s provide a three-dimensional fight that allows you to provide maneuver on the ground to strike deep, and that's what the Ukrainians need going forward.They can get beyond this. They can achieve some tactical success, maybe some operational successes. 无论有没有 F-16 战机，反攻任务已是乌军既定目标。Якщо чесно, це дуже сильно допомогло.Дуже сильно допомогло. Ну,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так затягувати ми не будемо. І тому ми будемо починати ще до того, як у нас з'явиться F-16 або що ще.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近日已收到新一批爱国者飞弹。乌军守护天空之余，将继续展现侦察与反侦察能力，寻找绝佳时间地点突破俄军防线，展开致命打击。体新闻综合报道。好，当然大家最不希望的就是打战了，所以什么时候会止战呢？和平什么时候到来哦？我觉得有一个人比大家都希望和平，就是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是，他从开始打的第一天到现在都是在喊和平，他也一直不断在想一些方法哦，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实质上的进展啊。那最新他也有访问这个匈牙利三天哦，跟匈牙利的总理奥班，还有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布达佩斯匈牙利总主教。有来讨论乌克兰的形势哦，那他后来其实到回国的专辑上面就有讲说，其实有一项任务正在进行当中哦，但是还没有公开，所以当公开之后就会来讨论这件事情。他还是认为哦，要透过开放不同的管道来实现和平。好，所以他对于和平有很大的构想跟愿望。好，那这个乌克兰的总理这个史米加尔哦，其实在4月27号说也有跟教宗来见过面，然后就有商讨说这个泽伦斯基所提出的和平计划，而且也邀方济各到基辅来。那方济各确实一直讲说他可以当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这个中心牵线者，但似乎没有一个这个。大家对话的一个机制平台啦，对，所以常常这个86岁的方济各身体没有那么好了，还要再烦恼这个国际上的事情哦，确实也蛮辛苦的。这个其实因为他宗教的力量当然是很大，但是对于俄乌来讲，似乎好像还是要有一个怎么讲军事或者政治外交上面比较强势的人，也许是一个可以来止战的一个关键人物。那很多人就想到就是。我们的习先生，对，然后这个其实很蛮多的中国大陆的媒体啊，甚至是香港媒体，他把习近平是视为形容成他是最适合来调停俄乌战争的这个和事佬。他提出了几个理由，就是呢，其实中国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他的分量足够，然后他也不是也没有牵涉到俄乌战里面，对利益跟他是一个局外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习近平是 OK 很适合的人选哦。那大家知道说，其实泽伦斯基跟习近平呢，在这个4月26号的时候谈了这个通话1个小时之后，有做一些这个算是进展吧。我们来看一下哦，像是呢，这个乌克兰这边呢，他们要派驻华大使过去喽。这个他们这个驻华大使叫做帕夫洛·里亚比金哦，他之前呢是乌克兰的战略工业部的部长。
哎，你派一个是学工业的、经济的，要来跑去做外交这一方面的事情，就会让人家有很多的遐想啊。哎，会不会是你要跟中国大陆加强产业上面的合作，或者是说你其实是在为战后的重建是在做准备？所以经济啊、工业上面的话，是比较需要跟这个中国大陆来做一些更紧密的联系哦。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习近平那时候跟他通话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我们要派一个代表过去乌克兰嘛。没错，他们派的这个代表呢，叫做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李辉哦。那这个李辉呢，是前中国大陆的驻俄大使，他就要派到乌克兰来进行访问。那他在跟这个俄罗斯，他驻俄罗斯的时候，其实算是中俄关系最好的时候，而且是被誉为是叫做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好，那我们就看看说他到了乌克兰以后，这个乌俄双方的这个事态会怎么样的发展了？对，这个问题处理好的话，这个国内的外交部长位置就等着他了。当然嘛，总是政治有这方面人事的考量。是，好，当然中国大陆我们讲了，除了他希望当一个这个和事佬之外，其实他在南海的主权还是蛮希望把持住的哦。那最近中国在西沙的一个永兴岛开幕了全岛第一家的火锅店哦，那其实这个蛮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不止北京，其实台湾、越南都声称在这个南海是有主权，在这个岛，在这个西沙群岛都是有主权的、哦。所以香港《南华日报》就解读说，这个火锅店的开幕哦，其实是有中国为了巩固南海主张的一个重大措施。永兴岛近日就迎来首间火锅店。大陆西沙永兴岛新开火锅店被官方大肆宣传，报道形容火锅店能进一步满足岛上干部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火锅店开业，然后就跟朋友迫不及待的来了，然后菜品也很多，很新鲜。岛上的各种设施都越来越全了，然后现在也开了火锅店，还有清补凉店，所以大家在岛上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一家火锅店能被特别关注，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背后是大陆官方为了巩固在南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水域主张所采取的最新措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条街呢，叫做北京路，是永兴岛唯一的一条商业街，这边有医院，这边有银行。大陆官方多年来不止积极宣传西沙永兴岛的建设，2012年还设立三沙市，将它纳入海南省，名义上管辖西沙、中沙，还有备受争议的南沙群岛所有岛礁和周边海域。南海主权争议争论多年，除了大陆外，包括台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都主张过拥有主权。美军也时常派遣军舰通行南海，成为美中与东南亚各国的角力战场。大陆现在在大约2000居民的永兴岛上添加新建设，再度挑起主权争议。TVBS 新闻叶俊宏、李敏珍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接着我们用 Google Trends 带你来热搜，看看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话题呢？我们第一个还是看到美国，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呢？正英帮大家分析。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是叫有“工人皇帝”之称的歌手、Bruce Springsteen。那他为什么会被叫做“工人皇帝”？主要是因为他的歌词哦，蛮多是在描述这个蓝领阶级如何在这个困境中奋斗啊，甚至有时候会掺杂一些批评当前政府的一些歌这个词文字在里面哦。那他的这个，因为他蛮辛辣直接的，他曾经他的这个音乐的表现呢，有让他获得了20项的格莱美奖，而且他的这个表演呢，还有获得过2项金球奖跟1座奥斯卡金像奖，甚至在1999年入选为摇滚名人堂的歌手，相当不简单。那主要呢是他最近在西班牙开唱哦，那在这个巡演中呢，突然发现有2个大咖跑去跟他一起唱歌，是谁呢？是这个绑着马尾的，是美国前第一夫人蜜雪儿。那另外一个女生是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的老婆凯特，也上去帮他一起伴唱啊。有这个大咖而言，就想到是其实他们的老公也都跟着一起去看这个演唱会了。然后就有这个西班牙当地一个很有名的餐厅的这个员工呢，他有 po 了一张照片哦，讲就发现说，这个奥巴马跟史蒂芬史皮伯，还有他们的这个太太，还有跟这个工人皇帝一起出现在餐厅哦，大家一起大合照。然后我上网看一下那个合照，发现哇，奥巴马的头发变好白哦，对，整个是白的。然后我想说，不是当卸任了以后，感觉这个是应该比较轻松一点吗？但是我发觉，好像南韩的前总统文在寅，我最近看到他的照片，他的头发也是
一片白。然后我就想说，喂，是不是这个不当总统了以后，其实好像对于要不要染，曾仪忘了一个秘密，他们都没有用染发剂。我想说，他们是不是不当总统以后，就是也比较回归自然？对，不就想说啊，我不用再装得那么年轻，就让他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子。或许现在台面上政治人会黑头发是都有染，都有染过。那对，像陈其迈他就说他就会染。哦，他很坦白的讲这些，对，所以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小秘密。嗯，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英国的热搜话题是金州勇士哦。那这位免居金州勇士在一号的时候，靠着 carry 他狂灌了生涯季后赛新高50分诶，很强很强。然后中场是以120-100力克了沙加缅度国王哦，在。直篮美国直篮 NBA 的季后赛首轮是以4-3的战绩晋级，那这是他这个 NBA 七战以来的最高得分。他说，因为大家有算嘛，这个超越了杜兰特在2021年这个披布鲁克林篮网战袍对阵密尔瓦基公路的时候，当时他只有48，但这次。Curry 是50，哇，所以已经超越，非常厉害。那勇士这一胜之后，让他们成为第一支在前两场比赛都是失利，结果反扑赢得任何季后赛系列的卫冕军，所以也是有种反败为胜的感觉，好激励人心哦。跟我觉得体育都是体育，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常常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逆转胜的，没错。然后接下来勇士就会跟这个詹姆斯率领的洛杉矶湖人来捉对厮杀，那这个是在5月3号台湾时间哦，在勇士的主场来举行，所以英国非常关心。我看不止英国，对，应该每个国家都蛮关心。然后明天可能就是会换这个勇士对上湖人的比赛登上热搜，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哦，日本的这个热搜关键字我觉得蛮特别的，叫做派对咖孔明。那其实这个是这个日本的一个动画啊，这个应该说这个是一个漫画。然后后来呢，这个富士电视台说我要把这个漫画翻拍成日剧哦，而且公布说孔明这一角是由日本的男星向井理来饰演哦。然后他在里面因为扮孔明嘛，所以他就是穿了这个汉朝的服饰，但是他走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是涩谷的街头，很现代，对，穿越的感觉哦。那这里面呢，这个向井理他就说，他穿上这个定妆服饰以后，他这个他本来的身高，然后再加上这个孔明的帽子戴上去，大概就是有210公分高，他就觉得戴上去实在是整个又热又重，非常的吃力哦。那这个派对咖孔明呢，这个故事其实描述说三国时代的诸葛孔明，哎，他穿越到了日本，然后呢，在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说涩谷街头什么时候最热闹，就是在万圣节的时候，很多这个 party 啊变装都是在这边哦。然后他在这边这个万圣节的涩谷街头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很想要当女明星的，就是她这个女主角啊，那这个真诚这个女生的超级经纪人哦，就是用了很多三国故事的一些经典战略，像是这个孔明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然后十兵八阵等等，来帮助这个女主角要如何在这个娱乐圈的歌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故事哦。那有这个有人就分析说，哎，为什么这个动画会这么受到这个日本民众的喜欢呢？主要是因为说。这个派对咖孔明哦，结合了日本人很喜欢的三国的元素哦，大家他们喜欢三国，对，他们对三国历史是非常的感兴趣的。然后他的这个音乐啊也很洗脑轻快，而且很多的这个情节很容易可以被这个网友把它变成说是迷因，然后在网络上面快速传播哦，所以让这个富士电视台觉得说。这个可以把它改编成，对，改编成日剧，应该是收视率会不错的。但题材真的蛮新颖的，对，就是穿越，但是又融合了一点历史，对，没错，然后又帮助跟女生做现代的事情，对，结合很多元素啊，好，蛮期待的。好，接着来看南韩，南韩的热搜话题是台湾诶，为什么呢？因为好想赢韩国，终于赢韩国了嘛。但他们反而是一种好像是检讨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因为台湾经济部说，我们台湾2022的这个人均 GDP 超越南韩。
哇，我们每次都拿来跟韩国比较，终于这次我们在这个部分有赢他们哦，因为大家都觉得韩国好像很厉害，对，蛮厉害，这个薪水蛮高，但是我们 GDP 超越他们的哦，他们也在国内有一个讨论哦。那南韩媒体就有报道说，台湾超越南韩的关键是体制改善和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好，台湾跟南韩哦，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以出口导向的产业，然后人口密度也非常类似，所以这个四小龙每次都拿来做比较，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四小龙之称，我们还是拿来做比较，就连体育赛事也是哦。然后呢，那现在他们就说，人均 GDP 超车的关键真的就在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哦，因为全球半导体的市场重心从三星移到了台积电，那台湾的经济也被获得改善。那这个报道说，台积电的企业价值在2019年正式超车三星之后，就带动了全球的发展趋势。好，我讲一个数据哦，制造业占台湾这个总体 GDP 的比重，从2013年的29.1%增加到2022年的34.2%。那当然，附加的这个价值率当然是更高。所以南韩这边就一直往下跌，所以他们自己也在讨论说，哎，我们现在到底输台湾什么？所以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就是关键。但我有发现，半导体出口虽然是比较有利的，但问题是，这个 GDP 有没有反映在国内，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就可能指某一些企业比较好，但是你如果南瓜到总体来讲，内需市场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还要继续加油的地方？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必须要讨论。如果只看 GDP 的数字，哦，好像很漂亮，但是可能要纵观全部的东西，这也是政府应该要特别注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哦，香港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叫做丁立人，他是谁呢？他是中国大陆的，虽然是最近登上世界西洋棋的一个棋王啦。那他主要是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哦，击败了俄罗斯的选手，赢得了2023国际西洋棋男子世界的冠军哦。那他也是成为国际西洋棋第17位的男子个人世界冠军，非常厉害。那甚至这个国际西洋棋的这个协会哦，他是在他们的官方的推特上面讲说，哦，他跟俄罗斯的这场比赛呢，是算是棋史上最刺激、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比赛之一哦。那这个丁立人呢，他蛮年轻的哦，今年30岁，他是1992年出生在这个浙江的温州。不过他是大概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下西洋棋了。那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是中国国际西洋棋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子组全国的个人冠军，然后呢，同年呢，他又晋升为是国际西洋棋男子的特级大师，非常非常厉害。那除了男生之外呢，其实这个中国大陆女生的这个棋后也蛮厉害，因为最近还要举行一场是这个国际西洋棋的女子世界冠军赛哦，同样冠军选手也是来自中国，是中国的选手叫做鞠文君哦，那就表示说，哎，目前世界的棋王棋后都是由中国的选手拿下，非常的厉害喽。好，我们再来看台湾的热搜话题哦，可能跟很多人喜欢喝这个快乐肥宅水有关。是，快乐肥宅水是什么呢？哎，观众朋友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留言给我们。它就是可乐啦。很多喜欢，我其实蛮爱喝可乐。我有一阵子没喝，我牙齿会痒痒。所以我也蛮爱喝可乐的。理由就是没喝，应该牙齿比较白哈，比较没有被这色素给侵蚀掉。好，但不管如何，为什么现在这个阿拉伯胶会成为这个热搜关键字？因为它是快乐肥宅水一个蛮重要的原料哦。好，那因为现在这个苏丹不是爆发内战嘛，那这边大多都是生产这个阿拉伯胶，大概有全球供应70%左右。那因为内战，所以其实百事跟可口可乐都已经。早就已经提早在囤货，每一次都有在提早囤货，但是最多嘛只能用半年左右，所以最担心就是这个内战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恐怕这个阿拉伯胶就会不够。哇，对，所以他们现在会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反而是阿拉伯胶这个原料，大家可能会有点好奇说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其实它是一个稳定剂，也是一个乳化剂，会用在美妆啊、食品跟药品身上。那它主要是降低液体表面的张力，所以可乐喝起来才会有气泡，因为它里头有二氧化碳，不然二氧化碳很难打进液体里头嘛，它就靠了这个阿拉伯胶让它可以灌入这个液体里头。那工业上面其实也是蛮常见的，不过工业上面有其他的替代品，但如果要食用，就只有它喽。
啊，这是没有完全，我真的很难想到说，其实苏丹内战会影响到我们这么多。对，平常我们这个民生用品这么，就是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就乌俄战争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什么葵花油啊等等，小麦啊什么是来自俄罗斯，我们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国家。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是这个新加坡当地一个算是网红男星哦，叫做陈传多。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这位这个陈传多，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像是摄影写真吧。然后他又接受这个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的专访哦。然后大家会对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肌肉，会想说。他应该可能三四十岁，对，三十几吧。没有想等一下，我看到标题了，57。对，他其实是冻龄男神哦，有57岁哦，真的是完全的看不出来。那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身材实在太好了，所以他原本在 IG 上面就是慢慢开始累积。从这个几万人哦，变成是有大概百万人追踪，还获得 IG 的这个官方蓝勾勾的认证哦。那他接受这个《海峡时报》记者访问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谦虚哦，都已经这么精壮了，他还说哦，我觉得我的身材还不是这个最好的状态，还说你看看我这边啊，还是有一点胖什么的。记者就当下应该是想说，胖到底是胖在哪里？你先拍桌啊！你这样我们都不用活了。对，真的，大家都不用再混口饭吃了。那这个，因为他实在是算是这个摄影界，还有这个模特界、精品界，算是蛮知名的人物。刚好又出了这个新的写真集，所以很多新加坡的网友大概觉得很想要看看他为什么57岁还可以保持的这么好，这个因此登上了热搜了。好，看完 Google Trend 之后，有时候觉得也是非常激励人心，希望大家57岁也能够是这样。好，我们接着要来关心一些国际上的更多资讯哦。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 ChatGPT， 这个 AI 好强大，而且它学习能力蛮强的，有没有可能把人类取代，甚至什么魔鬼终结者上演？哦，这也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就连这个 ChatGPT 的这个主要的开发公司 OpenAI， 然后还有这个之前也有投资 ChatGPT 的马斯克，他曾经都有这样的警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哦 ChatGPT 它的这个版本目前更新到什么状况了。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是你有去申请使用 ChatGPT 的话，如果你没有花钱的话，你大概用的是 3.5 版的，是免费版的。那如果你有花钱的话，升级的话是 ChatGPT4， 这个就是比 3.5 可以回答的这个答案啊要更精细，甚至它可以读懂你画的图啊，看的图，可以做的事情又更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说 GPT 的5哦，第五个版本，最新的版本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就会登场哦。那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新创公司的这个一个联合创办人，他在他的推特上面讲到说 ，ChatGPT 5可能会在12月的时候呢就完成训练了，那有望具备跟人类同等，或者是甚至就是可能是超越人类的智慧。那他们希望啊，说这个新的这个 ChatGPT 5能够实现所谓的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哦。那什么叫做通用人工智慧？其实就是变成说，人类他理解的东西，他都懂，所以他等于是几乎跟人类的智商是画上等号的。这个是 AGI 通用人工智慧。那也另外一个方讲的方式就是说，其实它的生成这个语言啊，还有生成它的答案，其实是更老练、更细致哦，然后可以比较自然的去生成语言，就变成说它讲话跟人类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目前我刚刚提到了，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版本是 ChatGPT4， 那也是目前 OpenAI 开发的是最先进的所谓的生成式预先训练 GPT 的语言模型了，就是靠这个。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我还没有钱去升级那个 GPT4， 对 4， 但是我看到一些网友他们试用的这个 demo 的这个影片，就发现说他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他就是把一个人哦自己画的一个草图，比如说我想要设计一个网站，他就随便拿一张纸，然后就想说哦，我就是要这样，他就是手写的非常潦草的字迹。他就给这个 GPT-4 来看，那他可以根据你所画的那个不怎么样的草图，他就可以做出来一个，这个网页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给你一个这个 sample 来给你看。
我觉得厉害的，对，那这样是要叫这个制作网页的工程师，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危机了，那怎么办？对，好，那我们这个讲到说 ChatGPT，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使用的话，大部分都是跟电脑嘛，直接在电脑上面，有点像是跟它对，跟它对话。但是你的电脑应该是要比较先进的吧，对对，才能够跑得动这个东西。但是现在有一个新加坡的这个算是很会玩软体之类的这个神人级的这个网友呢，他就把 ChatGPT 导入到一个算是阿公阿嬷级的电脑里面，而且还成功的跟他聊天哦。这个新加坡的网友呢，他有一台这个1984年的一个西带式的 IBM 5155的这个电脑，那他这个作业系统是 MS-DOS， 对，有在玩这个电脑人就会知道。蛮久的，对，就是它大概39年了吧，这个历史，哦，1984年嘛，对不对？39年，对，所以说它这个完全是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输入程式嘛，来去跟它下一些指令啊等等之类的。那它怎么样去把这个 ChatGPT 导入到这个阿公级的电脑呢？它就是找了一个这个编译器哦 OpenWetcom， 然后 C/C++ 这样的这个编译器呢，把它导入进去。当然，它其中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转码、啊、等等之类的。哎，后来还真的让它把它放到了这么一个小台的电脑去，然后透过这个萤幕来跟它对话。对，跟它对话哦。然后它在这个跟它对话之后，它还其实也有问它，它问说：“那你可以写一个 DOS 版的这个 ChatGPT 吗？”但是这个AI 就回答他说：“欸，要搞这个 DOS 版的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 DOS 真的是一个太久以前的系统了，现在可能是没有这个工具啊资源可以开发这样子的应用程式。但是他虽然讲归讲，但是他后来还是有提供几个步骤，他要给他步骤，让他说你去 follow 这些步骤，你还是可以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哦。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会不会发生这个 AI 把？”人类给杀死的情况，我们人类会不会因为使用 AI 有一些风险呢？美国总统拜登说有可能，还人待观察。我们来看一下哦，主要是呢，在这个白宫在四月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科技顾问的委员会，那拜登有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待观察。但是 AI 它其实可以帮助解决疾病啊、气候问题。但处理 AI 的潜在风险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哦。那这个除了这个政治人物对 AI 有一些顾虑外，其实 AI 的专家们也会想说，好像再继续下去是有一点点的危机的。像是美国富豪马斯克呢，跟好几千名的人工智慧的专家，还有业界的高层，他们在三月底的时候呢，有发表了一个联署书哦，他讲说呢，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强大，他们是感到有些忧虑啊，呼吁业界呢要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模型，至少要6个月。那业界的话，最好是赶快趁这个6个月的时候呢，来进行一些，比如说共同开发用于 AI 跟共享的一些设定一些安全协议，要先把它列出来，而不是让它无止境的不断的学习，那学习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学到了哪些，跟他可能会运用在哪些层面上。那这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OpenAI 的执行长呢，他自己也坦诚说，这个超强的 AI 杀死人哦，哎，是有一定的可能啊，不要想说这是我家的产品他就不会有危险性，它还是有它的这个风险存在的。对，我看到这执行长他讲说，他觉得 AI 出现了一个推理能力，但他们确实没有人能够解读为什么会出现推理能力，觉得很可怕耶。对，就是他，你看现在其实 AI 最近来讲应该比较我们这个媒体来讨论的话，大概其实也不过这个半年左右。对，然后它这个半年其实发展的这个跳跃，对，比其他的科技还要快，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这个你要去开发 ChatGPT 啊，或者其他的 AI 工具，你其实也会耗了很多的成本在里面哦。那是哪些成本呢？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可以来降低这些成本呢？我们问到了成大电机系的教授李忠宪老师来替我们分析。这个 ChatGPT 的话，现在估计每天的这个耗费的这个电费大概是这个$10,000啊，一天，所以一年的话大概有3-4千万美金啊。
那三四千万美金的话呢，美国大联盟的球场一年呢的电费呢大概是100万美金。那大联盟的球场呢大概有30几座。所以呢现在呢 ,ChatGPT 呢每年使用的电量呢跟这个美国大联盟呢基本上呢是差不多啦。所以呢这个电量其实是还蛮惊人的啦。数据的这个储存啊传输啊这些东西呢也需要消耗这些能量啦齁。那因为这些运算需要冷却还有这些基本的这些设施啊那这个呢基本上是相当的惊人。因为这种人工智慧的运算哦它是需要有很大规模。那很大规模的这个资料呢其实它是有点类似暴力破局。就是说我去尝试各种可能的情况然后得到一个几率的模型然后得到这个模型以后呢可以做出呢比较完美的这个答案、啊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它主要就是要有大量的资料的运算啊那这个计算的能量呢会消耗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能源啊。那当然这个 ChatGPT 的话也有人讲说比如说因为这个人工智慧的运算可以让很多东西它的成本能够降低。然后像台积电的晶片如果有经过这些人工智慧的运算它的制程相关的东西呢会让它节省这些能量。另外这些运算所得到的好处比如说台积电的制程它能够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能够越来越小。那越来越小的话呢就表示说呢它耗电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少。那这个呢是它的利弊得失啊。利用这些 GPU 去计算的这些发展出来的更小的晶片呢基本上是有机会让 ChatGPT 呢这样子的平台呢能够节省能源、啊、这是有机会因为这个来精进、啊、大家已经看到它的好处了嘛就是基本上这个 ChatGPT 的很多答案都让人觉得很惊艳嘛怎么哦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一个这么完整的答案这么好的分析那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嘛所以这个基本上趋势很难挡啊。那这个耗能的情况那也有人说现在核融合的技术基本上呢跟以前是不一样也很有机会啦。啊是不是这个会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还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来观察。至少我们台湾是有利的啦。就是说在发展这个 ChatGPT 人工智慧的时候很多重要的产业都在台湾啦。不管是这个机房的技术啊然后这个晶片啊运算啊储存啊然后这个 ICT 的部分都是台湾的强项啊所以这个耗能可能对其他国家的议题可能会是说啊它是一个环保啊或是这个比较 negative 的议题可是对台湾来讲在短期之内反而更能够促进台湾经济的成长好，我们刚刚听完专家分析这个 ChatGPT 的这个危机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我觉得这是每个国家现在都有的，就是国安危机，少子化。那少子化的缘由自然就是爸爸妈妈没有生 baby 嘛，所以才会哦。但是就发现说，全球在预估上面，每6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是不孕，我觉得这还蛮长的。对，就是这个数字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很多。对，因为现在的人结婚也比较晚，然后晚了之后可能一时又没有那么想快生，然后要生的时候就又比较晚，或是经济压力也会这样导致说，身心压力都是哦。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哦，全球6个人就1个人是不孕哦，这个是蛮官方的数据调查。好，那1990到2021年曾罹患不孕的，他们的统计上面来说，高收入的国家大概是17.8%，那中低收入户的国家哦是16.5%。那他们认为这是必须要重视的，但问题是不孕这个原因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清到底是为什么。那不孕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解读呢？什么叫做不孕哦？也就是说，如果男女之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之下，持续性行为1年或以上，女性都没有办法怀孕的话，
就是不孕。哎，这个蛮容易让大家来做检视哦。如果您是新婚了一年两年左右，其实如果两年左右没有怀孕，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是不是要去做个健康检查？嗯，这是一个很基本可以审慎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他们就认为说，现在就要制定一些措施，提供服务，然后要搜集不孕的风险数据，来分析更多的原因。好，但是不孕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多爸爸妈妈是蛮困扰的，因为像我自己的父亲跟母亲，他们是结婚七年之后才生我姐姐，然后我就是第二年就生，然后我弟弟是隔两年又再生第三个，所以前面七年都没有，但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也没有做任何什么治疗，反正就是放松心情吧。可是那时候可能妈妈也许有承受，对，有承受到一些压力，对，不知道。但是确实很多人说平均 6.1 年可能才会怀孕，就是不孕症的患者。但问题是你看到这个时间轴，前面花费 4.6 年都没有在积极治疗，后面 1.5 年之后积极治疗马上就成功怀孕。好像你前面就是比如说一些找一些什么民俗疗法，对，然后什么金铲子啊，对不对？然后中医调养啊，然后去拜拜啊。嗯，我还有听过什么要怀男生什么红花，然后怀女生什么白花，我不确定那个颜色对不对，但是就是要遵循一些仪式这样子。对对对，但或许大家真的就有点高估了，因为常常会有人觉得说，哦，我的性生活很好啊，应该生育能力也会蛮 OK， 但这不等于哦。好，当然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怀孕呢？有可能是因为男女在三十岁之后生理的机能是逐渐下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生理机能哦。那他们说台湾不孕症的盛行率是10%到15%，所以平均每七对夫妻就有一对是不孕的。嗯，好，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我们讲一个数据，糖尿病患者是11%，很接近。对，所以你身边可能就有些长辈啊，是罹患糖尿病的，对，慢性病嘛。对，对对，那其实有不孕的可能也有这么多在你的周围，哦。对，只是年龄层可能稍稍不同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这个时间轴还蛮正确的啦，就是大家前面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可能做一些比较精神层面上嘛，不如赶紧的积极治疗，因为现在政府也有补助嘛，就是试管婴儿等等的它是有一些补助的，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最重要就是你结婚大概两年左右没有怀孕的话就要来做检查，这最第一步的。好，那当然大家又想说，哎，不孕到底为什么因素来说，女生其实子宫算是蛮脆弱的啦，那因为像卵巢问题啊，多囊性卵巢啊，排卵障碍，我觉得我母亲可能当时就有一点排卵障碍，不然后面怎么会生那么多，也有人说什么输卵管没有通，也有人有说过这样，是是是。那子宫的问题有可能是子宫黏膜粘连啊，子宫腔异常，骨盆也会，你看输卵管堵塞，这就可能问题，这一定是要医生来帮忙通一下，可能我有听过通很痛，但是没办法，如果要 baby， 这一段过程是必须要经历，必须经历，而且早点经历就早点有 baby 嘛，对不对？对。好，那男性也有问题哦，不然你看古早这个传统都说，哦，都是你们女生肚皮不争气，男生也有，好不好？男生也会有精液的问题啊，对，就男女都有啊，不是只有一个性别，活动差，对不对？还有睾丸的问题，例如说什么精索静脉曲张，甚至有一些有性功能障碍，我就不赘述这个比较敏感害羞的话题。但所以男女之间都要一起去做检查是最好。那当然不要压力过大哦，大家都讲随缘随缘，但这个话，这个很想要宝贝的父母是没有办法没有听进去的。对，然后生活习惯也不要太差，这个酒啊烟啊最好都不要，熬夜也不要。然后呢，高龄晚育哦，这个我就不能说这个一定不行，因为大家现在真的都是高龄晚育，而且现在医疗很发达，其实有蛮多的高龄产妇，她其实也是可以生出健康的 baby， 对，只是要多一点的照顾。我知道高龄是34岁嘛，嗯哼哼，这个数据上，但很多人说现在其实已经往后拉了啦，因为你要34岁前结婚生宝宝，那你的工作可能就没那么多女强人，就跟现在可能 老年可能其实年龄也是往后挪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看看我们志玲姐姐40岁也可以生宝宝，太棒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国际 Plus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国际情势，还有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是，好，这就是上半场的国际 Plus 谈全球，希望你喜欢，下半场由主持人张雨希带你来看欧洲观察。大家好，我是张雨希，想知道欧洲最近发生什么事，在流行什么吗？欢迎您下载 TVBS 国际 Plus 的 App。
带你了解欧洲大小事，前进欧洲最前线。欢迎收看本周国际和欧洲观察，我是张允熙。今天加入我们的是慧云，欢迎慧云。嗨，允熙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先来关心在这个俄罗斯的部分哦，他们现在居然是在波兰碰壁了，主要是因为波兰啊关闭了一间属于这个俄罗斯大使馆的学校哦，是让俄罗斯的外交官啊还有军人啊派出在当地的小朋友可以去念的。那为什么关闭呢？这个就要来问慧云了。好，没错，因为这个波兰这一方呢，他们认为这间学校应该关闭的原因，是因为说他们认为这间学校的主权事实上是属于波兰使用，他们认为俄罗斯是长年来的非法占用的，所以他们现在呢，波兰的法院是裁定说这间学校应该要被收回来，不应该再提供给俄罗斯的外交官还有军人的子女来就读。但听起来很奇怪啊，就像是这个美国学校被关掉，然后或者是日侨学校被关掉是一样的。对，而且其实这应该是长年下来他们都在这里使用，但是就在去年那个俄乌开战之后，就开始变成说这间学校也爆发一个主权纠纷的这种概念，所以就变成说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吵了一年多，就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继续，两方是在争执的。所以现在那个俄罗斯，我们看到这位是他们的女战狼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就会说他们一定会祭出非常严厉的措施来报复波兰。因为除了这所在华沙的学校被关以外哦，其实俄罗斯驻华沙的大使馆啊，还有这个商务代表处，他们的账户呢也是被冻结了。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波兰似乎是要跟俄罗斯对干的感觉。没错，就是两国彻底的杠上了。因为现在波兰挺乌克兰也是挺得非常的不遗余力，他们的军援都非常的给力。对，那另外在乌克兰的部分哦，乌克兰就要来看咯，在这个乌俄之战啊，俄罗斯方面现在是传出说他们要严格的来要求说他们的阿兵哥啊不能做出一些，像听说以前这个乌俄开战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打得那么火热的时候，俄罗斯有一些阿兵哥他不愿意被征召，然后呢他们在这个驻地有些在战场上，其实指挥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呢是严格要求，如果你不配合的话甚至会被关起来。好，没有错，这是传出在去年的秋天，也就是也乌克兰开始进行所谓的大反攻的时候，他们呢其实就开始他们的俄军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就开始祭出一些非常铁腕而且说是非常老旧古老的手段来去压制，也比如说应该是说管理这些俄罗斯的士兵、okay. 因为俄罗斯之前一直爆出说军纪低落士气低落，那现在他会管理什么样的行为呢？像比方说如果你酗酒，还有就是说有人想要提前结束他和军中的合约，他不想要打了，他想要回家，这些都是不行的，所以这些都会被惩罚。那之前呢可能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一阵战争也不知道要持续多久，那之前是征召你来就是只要有兵上战场就好的那种状况的话呢，对于你这种行为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偷偷放你回家探亲一下然后再回来、okay.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行了。好，那除了这个在这个战场上哦，军队管的比较严以外啊，听说就是俄罗斯面对这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他们阵前换将哦，原本这个后勤的最高级将领是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现在呢是换成这个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的总司令，阵前换将是不是也蛮忌讳的？的确，这是一个大忌。那当然呢，不过我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既然有这样子的换将，就代表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跟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内斗，或者是说，对，还有瓦格纳，因为瓦格纳也是杠上了俄罗斯的国防部，所以就其实是跟感觉是跟俄罗斯内部的权力派系的内斗会比较相关。OK， 那最新的这个乌俄的报道呢，我们就要来看哦。大家一直在想说，乌克兰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春季大反攻啊？现在似乎是有一些端倪啦，因为乌克兰呢，包括他们攻击克里米亚的一个燃油库，另外呢，包括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哦，现在乌军呢也有开始一些攻击，而俄罗斯方面则是有发这个18枚飞弹的反击。来看这则报道。就在消防员背后不远处，烈焰火光浓烟冲上天际，近距离看火势猛烈，根本难以靠近。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凡堡燃料库全面燃烧，远看还能看到燃料库的上空窜出了小型的蕈状云。
нанесены удары, он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уже догорели. 将近40,000吨的燃油都被烧个精光，为什么会起火？俄罗斯指派的塞凡堡傀儡市长称是遭到不明无人机袭击。 Ночью встал просто, пошел на кухню, услышал хлопок легкий. Думал, ну, наверное, как всегда ПВО сработало. Лег спать, а утром уже в новостях увидел все оставшиеся. 消防队拼命洒水，好几个小时后才把火势控制住。巧的是，同样在乌东顿内刺客的俄罗斯占领区。 一辆客运小巴烧得焦黑，只剩下车架。俄罗斯称，造成至少7死，都要算在乌克兰头上。 Со стороны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Украины был совершен массированный обстрел жилых улиц города Донецка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как было обнаружено на месте, РСЗО «Град». А вы сами из автобуса? Я водитель. Водитель автобуса? Да. А прилет был, а потом как произошло-то, помните, нет? Ну, сбоку, вот он, прилет. 地上都还能看到炮弹弹壳，这几天在顿内茨克的二战区，有卖场外的汽车被炸得焦黑，商场玻璃破碎，民宅倒塌。城市内看到黑烟四起，攻击频传，有民宅被轰出一个大弹坑。俄军宣称，现场找到的弹壳明显就是乌克兰所为。 Данные ромбовидные элементы на снаряде, он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 том, что этот снаряд является снарядом «Хаймерс». 从南部的港口城塞凡堡到东部前线战区接连发生不明攻击，是否真是乌克兰所做的？乌军不承认也不否认，但是有军事专家分析，这很有可能就是反攻预告。 I think too the Russians will also have mobile reserves, which the Ukrainians will probably be wanting to target before the offensives, and that may be some of these explosions we're seeing over the past week. 当然，这也更激怒俄罗斯。 就在乌克兰当地时间5月1号凌晨2点半左右，基辅再度防空警报大作，夜空中还看见疑似是防空系统追踪飞弹的不明红色光点。Where officials say Russia has launched a new round of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Several regions in the east were targeted, including Dnipropetrovsk, where more than 2 dozen people have been injured, including 3 children. 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发射了18枚飞弹，他们拦截了15枚，但传出位于第聂伯罗巴甫洛格勒市的一处弹药库被击中。Still not enough. We still saw some missiles get through. 25 injured in the central Dnipropetrovsk region, which is at least 100 kilometers from the closest front line. 俄罗斯刻意加大对非前线地区的攻击，普京还一边对国内信心喊话。 Сегодня в условия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Запада парламент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всем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и местным органам власти нужно действовать четко и быстро,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одна сплоченная, слаженная команда. 普京要全国拼经济，扩大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贸易出口。而和欧美的交锋不止在俄乌，就连在叙利亚上空都传出美俄两国军机差点正面冲突。Video released by CENTCOM. From April 2nd shows a Russian fighter jet conducting what it calls an unsafe and unprofessional intercept of a U.S. fighter jet, an F-16, in this incident. 面对美国的指控，仍在印度拼军事外交的俄罗斯防长肖伊古反控是美国挑衅。眼见 G7 领袖会议即将召开，俄罗斯积极拉拢印度，而美国盟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了埃及还不忘批评俄罗斯，看起来双方都在非美联盟互挖墙脚。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法国的部分，他们遇到的难题是监狱人满为患，到底有多满呢？他们4月1号的数字哦，是说他们现在收容了73,080名，所以他们说现在的容纳量是120%，换言之有20%都是多的。所以说，其实。 法国他们其实一直有在想办法要提高，就是他们的收容的人数。对，所以就要扩增这个空间。<笑>你看哦，其实他们原本马克宏就打算说，他竞选连任的时候，政见提到2027年要增加1.5万人的监狱空间，改善现有的拥挤环境。但是呢，这个进度是非常严重的落后。现在呢，连2022年底要完成7000人额外收容空间的工程还没有完工，所以2022都已经过了。对，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然后他的连任政见又是。
要扩增监狱。现在想来是有点跳票了。那其实这也不是法国现在才有的问题啦，因为啊，之前呢，法国因为监狱人满为患的关系哦，甚至欧洲人权法院哦，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说这个监狱过度拥挤，他们需要赔这个受刑人呢。对，而且他们的警告是说这样的状况超收，然后导致说受刑人在里面受到的待遇只会逐月的恶化。就是说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囚犯要进去，因为在新的监狱盖好之前恐怕只会急上加急了。对，没错，所以他们就是担心会上这个受刑人的人权又遭到迫害。那德国的部分呢，德国是跟这个比较好的消息，我觉得因为德国他们是说啊，从这个宾士哦，这个名牌车，他们观察到说包括通膨啊还有这个能源的波动都已经趋缓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像是这个商用车哦，九人座的部分全年的财测呢是从 9% 到 11% 上修到 12% 到 14%， 感觉全球的经济是露出一个曙光了。没有错，而且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随着各地解封，其实你有发现各国原本那种大型的车展好像又回归实体举办了，所以就看到我觉得是一个实际上看到人来了那种买气就会觉得比较上来的感觉。 对， 对，而且它其实是主要呢，这个财测为什么可以上修的原因就是看好中国大陆还有美国市场的需求回升，而且它的第一季财报已经不错了，55亿欧元，那它商用车还有一般车辆的营收都有显著的提升，而且预期呢，就像雨熙刚刚说的，在通膨减缓跟能源波动的缓和之下，所以他们的获利还有可能可以再上升。不过呢，整体来说，对于欧洲的买气的需求，他们认为还是比较偏疲弱的，这当然是相较于中国大陆和美国来说了。对，好，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哦，同样是带动经济的呢，就是英王查尔斯三世他的加冕仪式了。很多人想说，哎，加冕仪式应该只有英国人关注吧？但其实不是这样，很多外国人，特别是王室迷啊，这个时候呢，都已经准备好要飞到英国去了。不只是，也许你没有办法就是挤在前面看，或者是在这个队伍上面啊，来迎接这个马车经过啊，但周边商品啊，你还是可以飞去英国去买，然后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气氛的。而且像现在这样子的王室商机，其实过去在女王的白金禧还有其实等等重大的王室仪式，其实都会带动英国本身，比方说观光旅游，还有就是最直接一个就是买气庆祝，因为他们会放假，放假大家都会想说啊，去餐厅吃个饭啊，然后看一下仪式啊，大家享受一下那个气氛，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他们应该多多少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吧。对，没错，因为啊，他们是这个6号有加冕仪式嘛，然后7号的时候有这个音乐会，8号已经礼拜一喽，全国都放假一天，显然是个三连休了。没错，就是一个3天假期的开心。对，避免你前2天参加加冕仪式太累了。虽然你没有去现场，但你可能会看电视啊之类的。那听说这个国王的马车要途经的地方，已经开始有人在排队了。这么早就开始排队，对，他们已经开始卡位了，好热闹哦。没错，包括这个彩排呢，其实4月30号提早一个礼拜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看一下这则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大典进入最后倒数，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在空军基地上空进行空中分列彩排。加冕仪式当天，30架飞机将会在伦敦白金汉宫进行6分钟空中分列。查尔斯在母亲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世后，随即继承王位，成为英国和其他14个大英国协王国成员的君主，但他在5月6号才会正式加冕。英国上下无不如火如荼准备迎接这个盛大的仪式，英国儿童合唱团也进行最后彩排。 I feel very special that I get to see an amazing moment in history when the king's crowned。温莎乐高乐园也为加冕礼特别创作2个新场景，乐高版的国王和王后卡蜜拉戴上王冠站在白金汉宫阳台，周边还有数百个迷你粉丝包围。另外一个场景则是预定加冕隔天在温莎城堡举行的音乐会。I think it was something between 25,000 and 30,000 bricks just for the concert scene, which is like a full orchestra and some very famous guests on the day, which is take that。
Lionel Richie and Katy Perry. 乐高版的音乐会，国王和王后坐在皇家包厢观赏。现场也有迷你版的威尔斯亲王威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加冕礼相关展出将持续到11月，而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则是为王后卡蜜拉制作了新蜡像，穿上她去年底在白金汉宫年度外交晚宴上穿的蓝色礼服。佩戴复制已故女王的比利时蓝宝石冠冕和项链，身上也披皇家蓝绶带和嘉德勋章，手上则戴着订婚和结婚戒指。Whilst for many this will be their first coronation, we're very fortunate, Madame Tussauds London, that this is our 8th coronation, and we'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Royal Palace for over 200 years.英国热门观光景点伦敦眼，则是要让游客体验当王或王后的滋味。Charles has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He's been the longest-serving Prince of Wales. But when you're actually in that chair with that crown, with that scepter, I know I'm holding replicas, but you still feel, my goodness, this is the weight. This is the huge weight of the monarchy. 在摩天轮的观景座舱内，坐在复制的加冕椅上，戴上王冠，拿着权杖，在高空中感受。一下君临天下。随着加冕礼脚步近了，伦敦旅游业者也纷纷推出加冕主题套装行程，希望抢搭这波热潮。去年英国观光客2970万人次，仍比2019年少了近三分之一。不过，女王即位70年的白金禧庆祝，为伦敦额外吸客260万人。查尔斯的加冕礼预期也会产生类似效应。During COVID, the tourism industry just shut down.So huge losses of about £149 billion have been suffered by the industry. Events like this really kickstart the recovery, don't they? And they put Britain on the world stage again. 国王查尔斯夫妇26号前往利物浦参观2023欧洲歌唱大赛场馆。去年的亚军英国将代表冠军乌克兰举办今年的比赛。不过参访沿途，现场再次听到“不是我的国王”的抗议声。王位等了近74年的查尔斯表现淡定。百年温莎王朝到底要如何在现代世界生存？不止英国国内有反王室声音，远在加勒比海的前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对国王加冕更是无感，甚至计划要脱离大英国协王国。It doesn't mean anything to me, you know, in person, because I don't see what they are doing for us here in Jamaica. So it don't mean anything to me. If we have independence.Why would we need another head of state from abroad? 1962年就已经独立的牙买加仍隶属大英国协王国，国家元首也依旧是英国君主。去年牙买加总理告诉到访的威廉王子，牙买加要走向独立共和政体。今年3月宣布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将一步步摆脱君主制。体育新闻综合报道。好，我们刚才新闻没有看到哦，查尔斯他的所到之处，现在啊也是充满着很多人抗议啦，认为说呢，他不应该继续当王下去，因为主要还是反对这个王室。那这一群人呢，反君主制的组织哦，叫做共和国，他们现在啊还打算。在登基当天哦，要发动1000人都穿黄色的衣服出去抗议，让这个马车经过的时候啊，就看得到他们。对，而且要喊着“不是我的国王”，就是认为查尔斯三世不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虚位元首。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反对君主制啊，他们认为说呢，君主制会陷入一个大麻烦，包括现在看到的在支持度啊，还有关注程度啊，都是减少的。那过去大家认为说，其实女王啊，她一定程度的是维持这个英国人对于君主制的一个赞同。那毕竟女王过世了嘛，所以大家都在看说查尔斯是不是有办法延续。那很多人就认为说查尔斯没办法。对，因为就是权威，还有说过去的丑闻事件，多多少少人家就觉得还说你作为国王好像有点不够格，不能说失格，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到这么完美。所以就是说，他们会批评说，现在英国王室里面已经少了那个明星球员，之前的明星球员就是女王，对，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明星球员了，你还需要继续下去吗？这是他们反对的主要声音。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民调，这是英国国家社会中心研究的民调。事实上呢，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变化还蛮大的，因为对君主制的支持度从38降到29，然后认为应该废除君主制的人从35。
增加到45%，所以已经增加了10%，就在一年内的时间。而且这个29啊，其实呢，它是1983年以来最低哦，就是他们调查了，你看1983年到现在是40年了，40年来最低的时候，所以他们认为说查尔斯三世呢，他恐怕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啦。不过也是有专家认为说，可能不用那么悲观啦，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了嘛，很多观光客会在这个时候特别来英国，那英国人也会因为这种大型的庆典啊，可能对于君主制的这个热衷有稍微回升一些，所以他们认为说可能会提升一些正面的观感。但专家也点出一点哦，他说其实长者对于这个君主制是比较认同的，他说55岁以上的支持君主制的是42%，但是18到34岁只有12%啊，所以如果说也许我想这个查尔斯三世他不会遇到，但他儿子可能会遇到。对，所以就变成他们要维持一个王室的声量，所以变成说你不只要跟这些长者，你比较不太需要博他们的支持度，但是年轻一辈你可能需要跟他们同感，跟他们产生共鸣，让大家支持你，然后让这个英国的王室才有办法继续延续下去。对，那很多人喜欢王室有一个部分哦，就喜欢这种很高级啊，对不对？然后很尊荣啊，或者是大家就是感觉就不可能碰得到的这个形象。今天就来讲卡蜜拉，她登上这个皇后的宝座，那她在加冕仪式上呢，她会戴一个皇冠啦。那这个皇冠很特别哦，是长这个样子。他其实呢并不是新做的，他说为了要这个维持一些可持续性啊还有效率啊，所以他选择是18世纪以来呢首次是重复使用的这个皇冠。那这个皇冠上面有个很争议的地方，就是那颗钻石哦，光之山宝石。因为这个宝石呢，你看105.6克拉是数千年前印度开采最大切割钻之一，但是呢就是过去的殖民色彩让这颗钻石饱受争议，所以现在呢王室要移除这个光之山宝石，改用女王胸针的3颗库利南钻石来重新给它放上去，所以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期待它重新放了一颗钻石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子。而且不只是这个钻石要换啊，他说这个造型啊其实也会稍微的更改一下，像这个我们看到它有这个乔式的这个造型呢，它可能会拆掉一些，原来王冠是可以这样子改的，我第一次知道。他说那版就是可以拆卸的，交由专人来改吧。对，所以他已经从这个，我们知道他会在这个伦敦塔，他们这个收藏这个珠宝的地方，已经把它移出来，在改造当中。好 ，OK。但是呢，其他还有引发争议的，还包括了像是铁木尔红宝石项链，还有绿宝石腰带，都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争议，所以呢，这些王室收藏的珠宝呢，也变成被人家好像挑出来特别的批评了一下。对，就等于说，哎，这个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在看啊，历史上有哪些有争议的地方。对，那再来呢，同样要回到这个加冕当天哦，当天到底会有多少人呢？他说，其实已经比女王当时加冕少很多了，但还是有2000位啊，真的是蛮多的。对，已经缩水了1/4了吧？因为之前好像是8000位至少。对，那他为了要展现亲民的形象啊，包括说他会请这个社区志愿的代表一起来观礼，这样。好，对，而且刚刚允熙有问到说，这个他的孙子乔治小王子有什么任务呢？他会当荣誉四骑士，要负责是提国王的长袍入西敏寺。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荣誉四骑士，除了这个国王有哦，王后也有了。对，王后卡蜜拉呢也同样找来他的孙子，不过这个孙子基本上是跟国王没有血缘关系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有3个这个孙子孙女呢，也会一起来当这个四骑士的其中3个成员。好，再来呢，就是很多人关注说哈利会不会去，哈利会去啊？大家很早就知道说梅根不会去了，因为是这个雅琪的生日，所以雅琪跟妈妈一起待在美国。另外呢，同样这个争议满点的就是安德鲁王子啦，安德鲁王子也会去，但也是一个人去。对，所以这2位都是单独出席的。那各国政要有谁来看一下？马克宏夫妻，还有德国总理肖兹，美国是由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代替拜登出席，但是拜登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查尔斯三世了。那么另外呢，加冕游行也预估单程就有2.1公里，会有皇家骑兵护卫陪同抵达西敏寺。那么来宾的部分可以看到呢，有谁？凯蒂佩瑞，还有阿汤哥，还有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维尼熊。
他们都会去维尼熊也会去，对，因为维尼熊是说要致敬那个柏林顿熊，就是女王之前跟柏林顿熊，所以会有邀请到维尼熊，但听起来很敏感啦，所以这个大陆国家主席不会去对，好，对，好，然后还有另外那个大陆钢琴家郎朗也会去啦，对对对对对，好，那重点呢，这个音乐会其实在隔天哦，就是5月7号啊，5月8号的时候他们刚刚有提到他们会放假一天啦，也是来庆祝。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法国的主题。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法国目前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来看这则报道。5月1号这一天，巴黎街头有如战场。警民冲突大混战，示威者丢掷烟火，警察的身上还起火燃烧。四处纵火也难以消除心中的怒火。法国8大工会串联全国80万民众上街头，光是巴黎就聚集了11万人，比以往的五一工斗活动多了7倍。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节示威，总共逮捕300人。Inflation, the cost of living. Every May the 1st, the French come out and demonstrate. They take to the streets. What authorities are expecting today, as a result of that pension reform process, is that this could be one of the biggest.May the first protest. Moi, je suis plus déterminé que jamais. Macron, 4 ans s'il faut, bah 4 ans, on y va.Pas de problème, je suis là. 即便争议的年改法案，总统马克宏早就签字生效，民怨却越挫越勇，全是因为反对党号召公投，似乎出现翻盘的曙光。One poll suggesting that after months of marches, 62% of the French are still opposed to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from 62 to 64.只不过法国公投门槛并不低，不仅需要国会议员1/5联署提案，还得在9个月内收集到500万份的民众联署。这条反年改抗争之路恐怕还很漫长。TVB 陈总报道。好，法国的反年改示威已经持续很久了啦，已经好几个月了。对，好几个月。基本上呢，他这个法案在4月14号的时候已经正式生效。那这个法案生效之前，大家知道说，基本上马克宏他就走个强度关山的方式嘛。那现在其实它已经生效了，但是反年改团体呢，他们并没有放弃，甚至他们把这个眼光放远他现在是说这个奥运的时候呢，恐怕政府要汲取教训。没错，他们现在是拿，可以说是拿奥运来威胁，因为大家的在网络上串联的口号就是说，如果你不撤销就没有奥运，所以他们现在呢就说，事实上呢不撤法案就干扰巴黎奥运，或者是说要用奥运工地来罢工啊，封锁比赛场地等等的。你看到这个 hashtag 已经出现了，那么还有反奥运协会成员说，奥运瞬间能够影响，成为施压的政治目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认为说，毕竟奥运是个全球的大事嘛，4年才一次。对，虽然说这个国内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但好像不应该来恶搞奥运啦。包括像是这个巴黎的体育部长他就说，他认为伤害赛事就是伤害运动员。那一向呢反年改里头走比较温和立场的这个工会第一大工会呢，他也认为说不应该这样威胁奥运。所以接下来这个应该是说。反对这个年改的这一股气能不能一路延续到夏天，还是大家到明年夏天，还是大家要来看的。而且其实现在马克宏他也知道说，这个反年改的声浪非常非常的严重跟强大，然后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发酵。那他现在说，如果我们养成撒谎或是否认现实的习惯，勒庞会成为动荡中的最大赢家。勒庞就是他的对手，也是他的手下败将了。但是一直都是现在在野非常强力的反对声音。对，他是在23号受访的时候讲的。我是蛮好奇的，政治人物跳出来讲这样子的话，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一想到好处就是，反正他不用争取连任了。对，那其实勒庞呢，这个人的争议也蛮多的。因为他其实过去会被他称为女版川普，对，就是因为他是右翼，然后有一些言论比较极端。但是如果说现在会不会变成一个感觉像是一个政治上的话题，已经开始在炒这种政治口水了。对，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当时大家不一定喜欢马克宏，但大家可能是不喜欢勒庞，所以才投给马克宏的。那现在马克宏这样讲，就等于是说你恐怕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你不坚定投我这边的话，就会变他，对，就会变他，有点这种
就像你刚刚说的，在搞这个人选上的斗争，类似这样的概念，或是政党上的。对，那另外再来看呢，同样哦，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就是说法国啊，他有一个部长呢，他居然去拍了这个《花花公子》杂志。那主要还是有一个争议比较大，是外界认为说他会不会是要转移这个年改的焦点啊，好像是把自己跳出来当这个炮灰的感觉。对，之前有人说，而且但是我有看到一个说法是说他在年改时中，然后这个《花花公子》的杂志曝光，反而是很不配合他们自己政党现在的行动。OK， 对，然后认为是说好像。是增加了一个负面的声量，就是等于是火上浇油的概念。对啦，大概是这种猪队友的类感。但基本上他是说，他是为了女权，因为他一直就是这个很 support 女权的嘛。嗯，他说他是为了女权，所以才出来拍这一系列的照片。那他也认为说，大家对他的批评啊，恐怕只是为了要批评他而讲的。对，但是呢，现在还是很多人觉得他就是说他出来拍反而。让自己贴上一个物化女性的标签，所以就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毕竟这个时候时机点很敏感、啊、对，所以这个操作也是让人家觉得看不太懂。对，那另外一个呢，同样是这个八卦话题，我也是看不太懂哦。因为呢，他说英超有一个大球星啊，他居然是被俩包说他有一个情妇啊，这个情妇还是单亲妈妈。那媒体曝光的原因呢，就是说他给这个单亲妈妈封口费，说是由律师出面啊，有2万英镑的封口费。那为什么会有人出来爆料呢？原来他是说他认为呢，这个球团呢是以保密协议为由来欺压弱势女性，所以他看不下去，他出来爆料。但这整则新闻啊，基本上球星是谁也没点出来啊，单亲妈妈是谁也没点出来，感觉也是个雾里看花了。对，而且球会会介入谈判这种事情，我也觉得蛮意外的。会通常会有球会来介入，因为毕竟这个如果不是很大咖的球星哦，恐怕合约到了就放他走了吧。对，所以目前为止，现在这个报道就是仅止于此。对，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欧洲观察，我是张允熙，我是彭慧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王心怡，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 TVBS 国际 Plus App 全新改版上线喽！不仅操作更便利，分类更清晰，还有每日国际新闻头条推播、Live 新闻直播、政论节目同步看等超多新功能，让您不再错过任何国际消息。国际局势快速发展，国际上的大小事密切影响着全球政治局势、邦交关系，甚至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国际 Plus App 透过即时文字外电拍摄的现场第一手画面，让您一网打尽国际重大新闻议题、海内外时事、各国大选及深度报道等等。想要更深入了解各地区新闻，掌握全球脉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每天一个主题，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您谈全球、聊世界。现在就赶快打开 Play 商店或是 App Store 搜寻 TVBS 国际 Plus 下载吧。无论你在哪里 ，TVBS 国际 Plus 都要与你一起站在全球角度看世界。